Hello，大家好，我是琳达，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这个彩妆教，也不能说是彩妆教程，算是一个挑战吧。我真的是非常开心啊，因为这个是我在 B 站的一个 UP 主群里面，我们群里面的小伙伴自行发行的一个活动，就是一个大浓妆接力的活动。规则就是上一棒要出题目给下一棒的人，然后下一棒呢再出题给他下一棒的人。我是第七棒，也就是说有第六棒的小伙伴给我出题，然后我再给第八棒的小伙伴出题。第六棒的小伙伴呢，他的 B 站名字叫。等一下啊，这个有点绕，圈圈圈圈圈圈呀，应该是对的吧？我看看啊，对，六个圈，我会把他的个人主页还有他的视频都给大家链在下面的简介栏里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如果大家对这个活动感兴趣呢，也可以在 B 站搜索关键词"大浓妆接力"。应该是大浓妆接力，反正我会把那个 hashtag 给打在这个下面给大家。我真的是准备的最不充足的博主。Anyway，那大家可以搜索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搜索到我们历届所以参加活动的视频。我们当时在说的时候，也是希望大家可以一直看下去，就像追连续剧一样。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活动，希望大家可以去别的视频看一下，支持一下我们其他的小伙伴。我们一共有20多个人，所以这个活动应该是进行的挺长时间的。今天做的这个妆容，我还蛮紧张的，因为我脑子里面想的是比较偏技术流的那种，但是我又不是。虽然在这个活动一开始的时候，我非常兴奋，我觉得哇，大浓妆活动，那不就是我本人吗？我要不参加这个活动都对不起我自己。结果他给我出完题以后，我就 Oh no，傻眼了，因为这个真的挺难的。他给我出的题目是蓝色眼影加白睫毛，一下子就把这个往 cosplay 那边的方向走了。所以，其实蓝色眼影我觉得还 OK 了，但是这个白睫毛真的很难驾驭，所以我自己脑子里面想的是一个比较夸张、精灵一样的妆容吧。我真的是脑子里面想得很好，但是我觉得画出来可能会一塌糊涂。Anyway，如果大家想看我是怎么诠释这个妆容呢，就继续往下看吧。这个妆容，因为我想用一些亮片呀、亮粉之类的东西，所以呢，这一次我破天荒的先做眼影，然后再打底妆。所以眼影的部分，我们还是用 Sigma 的眼部打底，这个就不用多介绍了。这个我一直都在用的，非常好用的眼部打底。眼影，我想我还是会用我非常喜欢的 Kat Von D 的 Metal Matte Palette，因为它的颜色饱和度很高，而且这个蓝色我非常的喜欢。之前也有给大家出过妆容，我先用 Sway 的这个颜色给眼部打个底，给大家拉近一点吧，看一下眼妆。我先用 Linen 这个纯白的雾面颜色，先给眼皮整个打个底。然后再用 Velour 这个雾面的颜色把眼皮整个涂一遍，着重点在眼尾的部分。这个部分不要着急，就一点一点的晕染，直到把它晕染得特别均匀为止。而且因为我们是大浓妆嘛，所以就一定对自己下手要狠，不要怕上色。接下来用 Nubla 这个珠光的眼影，在眼尾的地方给它加深一下。接下来用一支扁平刷蘸一点遮瑕膏做 cut crease。我今天用的是 Makeup Revolution 的遮瑕膏。只在眼头的地方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拿一个小刷子，再蘸一点Linen 的颜色，在原来遮瑕膏的地方再打个底，就把颜色按压上去就可以了。因为我需要这个颜色饱和度比较高。接下来用 Anastasia Beverly Hills 的这个蓝颜色的高光，在刚才 cut crease 的地方再涂一层。最后再用 Urban Decay 的亮片眼线液，在刚才涂高光的地方再加一些亮片。看到现在 cut crease 的地方，这里很突兀，有一个很明显的分界线。我们再蘸一点 Nubla 的颜色，把颜色往回扫一下，给它晕染一下。我想在分割线这块给它画一条线。好了，我现在给大家拉回来了。我知道现在看上去非常悲剧啊，但是我们的眼妆还没有完成。我现在先把
底妆上一下，然后再完成眼妆。我会先拿一个洁面纸巾把底下脏的地方清理一下，接下来我会用 CPB 的妆前。我用这个妆前呢，是因为它没有过多的光泽感，当然它也不是很雾面的，但是我不想让这个妆容有过多的光泽感，我希望所有的地方都是雾面的。而且大家看到没有，这个有一点点泛白，这个是我想要的效果，因为我想这个妆面呢非常非常的白。我很少先画眼影再上底妆的，所以有点不习惯，所以大家就原谅一下吧。而且我想用的粉底是比我脖子色号要白很多的，所以大家看上去可能有点奇怪，请大家做好思想准备，因为我就是想让这个妆面非常非常的白，就有一点 cosplay 的妆容吧，所以大家不要用平常的眼光去评判它。我希望出来的效果是好吧，我脑子里面有一个造型，但是我完全不知道最后出来会是什么效果，就一起拭目以待吧。 Oh god， 底妆呢我会用娇韵诗的105号，再加上一点点特效妆的白色底妆，这个是我万圣节买的，我用它是因为它是我拥有的色号最浅的粉底，所以我也不知道它俩掺起来效果会怎么样，希望还好吧。我就把它挤在手背上，这个是纯白的，也把它挤一点出来。好，我们现在就把它混起来，真的非常非常的白了已经。这个白色的特效妆呢，把它变得非常厚，就像一个摩丝一样的感觉。我们还是用刷子刷，因为刷子刷出来饱和度比较高，但是哇，这个妆效真的是好惨啊，晕不开的感觉。而且我又得特别小心在眼睛周围的时候，怕把原来弄好的眼妆给破坏了。它就是涂上以后特别干，然后 Oh my god， 我觉得我这个妆真的好悲剧啊，看上去像小丑妆一样。我现在都没有办法拉近给大家看，因为它实在是太干了，所以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是拿我的美妆蛋蘸一点这个娇韵诗，然后再把它拍在脸上，这样可以让妆效我觉得好一点吧，稍微保湿一点。拍上去果然好一点点了。娇韵诗这个粉底呢是我收到的公关产品，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它，刚才那么干，但是现在把它拍进去呢就觉得好很多了，虽然还是很干，但是没关系了，因为本来我想象的就是特效妆嘛，所以大家就原谅一下吧。下一步就是遮瑕，还是用 Makeup Revolution 的这一支，因为这一支应该也是我拥有的颜色最浅的一支遮瑕，我觉得跟刚才那个掺了白色底妆的颜色比还是有一点点的深，不过没关系了，因为这个本身就是大浓妆嘛，所以我就可以把它上的多一点。这个妆容完全不要求自然的妆效，我也没想着化完这个妆可以出去吃饭什么的。啊，我感觉我的底妆好像从来都没有涂过这么厚的，而且我现在脸好干呀。底妆上完以后就是眉毛，其实眉毛呢我想做一个白色的或者是蓝色的眉毛，我现在也不太确定了，我先试个蓝色的眉毛试一下吧。我会用 Laura Lee Party Animal 的这个盘，里面有一个这样的天蓝色，我们来试一下吧。我现在完全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我就用一个小刷子蘸一点这个蓝色。这个蓝色呢跟我底下的这个蓝色比就好像像绿色一样，我好像应该把镜头拉得近一点给大家。 OK， 我现在呢想加一点点睫毛打底，因为它是白色的嘛，我看看能不能把它弄得颜色浅一点，这样一弄好像加了染眉膏一样，我还是不太满意。我看看用这个特效妆的白色，看看我就用这个睫毛打底直接蘸一点，哇，看到没有，完全是白的，天哪！这样我觉得好像好了一点啊，我觉得真挺悲剧的。我完全都不知道这个妆最后会弄成什么样。 OK， 我给大家拉近一点画一下下眼线吧。下眼线呢我们还是用这个小刷子蘸一点 velour 的颜色，然后再用一支干净的刷子晕染一下。
眼线呢，我就不想画黑色的眼线了，我想还是画一支白色的眼线，所以我们再把这个白色的特效妆挤出来一点，我都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画上眼线，我们来试试吧。我刚才在这个眼睛上试了一下，我想做一个白色的眼线，但是这个不够粘稠，所以弄不到很强的饱和度，所以我已经尽力了，我又蘸了一点点白色的眼影，然后希望能跟它混在一起，可以达到我想要的饱和度，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像真正的眼线液一样，所以我尽力了。我们现在来画一下这个眼线。颜色饱和度和干净的程度都不是很理想，但是没办法了，就这样吧。接下来我就把睫毛卷一下，这个睫毛夹是植村秀的，这是我收到的一个公关产品。大家都知道我是不卷睫毛的，但是因为今天情况比较特殊，不知道我那个假睫毛跟这个有多服帖，所以我觉得还是卷一下吧。这个睫毛夹我还蛮喜欢的，我之前用的睫毛夹都是两边，这边会夹得很疼，不能挨眼睛挨得太近，但是大家都说这个睫毛夹是世界上最好的睫毛夹嘛，所以我用了一下确实是不错，就不会让我两边两头的小的睫毛夹得特别疼，我感觉还是比较适合我们亚洲人的眼型。顺便说一下这个植村秀的卸妆油，卸妆油也是我不太常用的东西，我现在都用那个 makeup remover， 但是我试了一下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它就是很轻薄，然后你把卸妆油涂在脸上不会感觉到特别油腻，而且卸眼妆的时候它不会糊着你的眼睛，觉得睁都睁不开的感觉。我讨厌卸妆油就是因为这个，这款就不会，特别轻薄，而且它卸得特别干净，也不会引起你的眼睛敏感啊什么的，还是不错的。如果大家喜欢用卸妆油的话就可以试一下这款，我不喜欢用卸妆油的人我都觉得它还不错，而且据说这两款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所以我也很感谢植村秀给我寄来这个产品试用，可以分享给大家。我突然想起来好像没定妆哈，我们拿一个粉定一下妆吧，我还是用 Studio Makeup 的定妆粉，我就拿个大刷子好了，这个比较瓷式的刷子，因为今天我不 care 它妆感厚不厚，已经这么厚了，再厚点没关系，然后用个小点的刷子把眼睛下面也塞一下。我觉得我现在在魂穿 Niki Tutorials， 因为它的妆就每次都是八尺厚。我把卷毛卷了以后，我再用刚才画眉毛的这一支，这个我以后也不能用了，因为上面沾的都是特效妆，但是我就把睫毛给它染成白色的，下睫毛也染成白色的。 OK， 假睫毛呢，我必须要说我一接到这个任务之后我就上网去找有没有白色的假睫毛，结果我能找到的全部都是从中国运来的，所以运送时间非常长，基本上要等到四月以后才能运到家，所以我肯定是来不及了，因为我们每一磅都有特定的时间嘛，所以我没有办法，就牺牲了我一副普通的假睫毛，然后呢我就每天用这个特效妆给它刷一层，然后就干了以后第二天再刷一层，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不是完完全全的白色，但是我不是特别介意，我想今天再刷一层，然后呢再给上面撒很多亮粉，就感觉好像是睫毛上有冻了霜一样的那种感觉，所以里面有一些黑色透出来，我觉得应该也还可以，所以我们先把这个操作一下，然后我把假睫毛粘上，我们一会儿回来。好了，我回来了，这样我现在看上去很奇怪啊，跟我想象的有点出入，但是我尽力了。睫毛上完了以后我还想再眼头提一下亮，所以我会用还是 Anastasia Aurora Palette， 我会把 Luna 和 Aura 这两个颜色混起来，因为这个颜色我觉得还是有点重，所以把它们两个混起来再眼头提一下亮。其实这个应该在上睫毛膏之前就做的，但是我忘了，所以我们就补一下。其实我在上眼妆之前我应该先带个美瞳来着，我是有一副美瞳我想试试看，因为其实我是很不习惯戴美瞳的人，但是我觉得这个妆呢是可以戴一个的，但是现在化了这么大的大浓妆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戴得进去了，我先去试一下，如果戴不进去就算了，如果能戴进去我就把它戴上，然后我们一会儿回来啊。这个妆简直是乱七八糟的，抱歉抱歉啊，真佩服那些天天戴美瞳的人，我都不知道怎么戴进去的，我现在眼睛非常不舒服，我刚才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怎么戴都戴不进去，然后就用两个手指头往里头怼你知道吗，就是怎么扣都扣不上去，
Anyway， 不会戴美瞳的人可能知道我的痛。最后一步呢，我就是想在一个眼睛下面画一点泪珠一样的东西，就是好像流泪一样的那种感觉。我也不知道，我在脑子里面有一个 idea， 但是能不能成功，看我们的造化吧。好了，我们的重头戏完了之后就是腮红跟修容。修容今天我就不做了，因为我觉得这一个妆我不想让它有任何有棱角的感觉，就是一个很平很雾面的感觉，所以今天我们就上一点腮红就好了。腮红呢，我会用 NARS 的腮红盘里这个叫 Robotic 的颜色，就是这个特别粉特别嫩的颜色。接下来就是高光了，我还是会用 Anastasia 的 Aurora Palette。 我先试试这个颜色吧，我看会不会太蓝的厉害，如果要是太厉害的话，我可能再对一点 Luna 的颜色。我刚才忘了把眉骨提亮一下，现在我就用这个 Luna 的颜色再把眉骨提亮一下。我知道这个很夸张啊，但是这个妆容本来就很夸张。最后一步就是唇妆了，嘴唇呢我不想颜色太深，因为主要焦点都是在这个部分嘛，所以嘴唇我就涂一个非常雾面的非常粉嫩的粉色。我今天会用美宝莲的 Color Blur， 这个系列好像已经不出了，我觉得挺可惜，我还挺喜欢他家这个配方的。这个配方就是感觉很像雾唇的那种，这个也是我婚礼上涂的颜色。最后一步就是定妆喷雾，我现在脸好干啊。好了，妆容就到这儿了，我去把头发弄一下。我现在完全没有任何的 idea 要怎么去弄头发，因为我没有任何白色的假发，我觉得如果有个白色的假发就最好了，或者是蓝色的都可以，但是没有。后来我又想把它全部梳起来，然后在头发边上也弄一些白色，好像挂了霜一样，但是我今天刚洗了头，又不想洗头了，所以呢我考虑考虑吧，看看怎么弄我的头发。我的头发又是短发，所以能发挥的空间也很少。我们一会儿见。好了，我回来了，这就是完成的妆容了，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比我想象的结果要好，就是我心里面想象的造型比这个要好，但是我想象的结果比这个要车祸100倍，所以我还是挺满意的。虽然我不像其他的技术流一样可以画出特别出彩特别精美的妆容，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呢真的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也很感谢圈圈给我出了这个难题。因为这个白睫毛啊，所以引发出一系列的非常规的很另类的跳出我的舒适圈的妆容。下一位小伙伴的名字叫做三坑少女，惊呆了。我给她出的题目是黑色加金色眼影加酒红色唇妆的吸血鬼妆容。我知道这个妆容好像没有什么创意啊，但是因为她是走可爱风的那种妹子，她做很多汉服啊什么的，我就觉得一个非常深色的吸血鬼妆容应该是对她来说是蛮反转跟挑战的，所以我也很期待她的妆容。我会把她的空间也链接在下面给大家，如果他上传了他的视频呢，我也会把他的视频链在下面给大家。就像我开头说的，如果大家想继续的追这个活动呢，可以搜索大浓妆接力，这样就可以把所有的视频都搜索出来。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这个活动，给其他的小伙伴多多的支持。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也请多多的帮我点赞转发，希望可以继续关注我，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 @MissLindY， 在微博上跟我互动沟通。那我们这次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啊，我的睫毛要掉了， OK， 拜拜。